这支是 Victor Prisot LYD 球拍，它是 Victor Prisot 2012年系列里面的高档球拍之一。Victor 是台湾羽毛球牌子，目前它有赞助几个国家，例如有韩国和台北。这支球拍是特别为韩国球员李龙大量身制造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支球拍。这支球拍的外表是以奶白色、金色和黄色组成的，它的中管也有李龙大球员的签名，它是以台湾科技在中国制造的。在 Gatterlaw 里面说，这支球拍是属于公绩型球拍，它的头比较重，中管也比较硬。在我试用过后觉得，这支球拍的确的头比较重，中管也比较硬。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拍光设计，它的破风科技导致挥拍控球都很顺手。它的重量大约是在 89g 左右。在 Gatterlaw 里面说，这支球拍可以拉到28到30磅，但以我观察经验觉得，这支球拍甚至可以拉到32磅，但需要有一位有经验的拉线员帮你拉拍。要选用这支球拍的人，最重要考虑自己的手力，手力不够的人选用这支球拍会感到很吃力，手腕手臂也很快累。总结来说， Prisot LYD 球拍是属于攻击型球拍，喜欢攻击打法的人选用这支球拍一定会满意。谢谢。